如果没有水，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点解没有水啊？唉，点解没有水啊？花都枯萎了，着火了，救火啊！水来啦！着火了，救火啊！没有水，火越着越旺，点办啊？水很珍贵，我们要珍惜水源。香港以前也是食水供应不足，所以我们需要珍惜水源，不要浪费。